跟大家分享，我就是被慈济救命，救了我们一家，今天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。而且当时我是受助手心向上，现在我是手心向下。转个念，台湾盲人重建院的视障者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很励志啊。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人生更多希望那样子，而且你会想要学习他的精神，效仿他一起努力。他可以做到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做到。其实当时我在报启丰社，其实很想哭了，因为我觉得以我57岁一个老男人来讲，我其实那种感动是怎么样在最负面的环境去找到正面的可行的因素，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。第一口要祝自己口一说人文讲座，视障者用心用爱看到了世界。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洪乃文、李生旺台北报道。